冷却效果，其他的不还减，你能减掉一点。现在冷却给你减短了，减了15秒。下一模看一下，开模要慢，不能快，快的话它再不冷却。67秒，对。如果你要加上冰水的话，可能估计50秒差不多。我注意时间可以再给你减短一点，开火可以再快一点。啊，有关动作时间再减短一点，应该不就10秒应该可以，40秒应该。加冰水。